大家好，阿峰社会长。今天阿峰跟大家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上海国际广告印刷展，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这边。展示在大家眼前的，这是一个很亮堂的展台啊。这个展台没有很多的产品，没有展示它的太多产品。我们可以从整个外观形象上看到，它门楣非常的亮堂，海报非常的亮堂，整个那个标识非常清楚，它的那个企业的 VI 体现的还是很好，整个洽谈的区域还是蛮舒服。然后这个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VIP 房间，还有可以看到它刚才咱们在其他的视频里面，之前其他视频里面有讲过，它这个也是很好的将这个展位上面的一个立柱做了一个很好的处理。我们是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展馆上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立柱，它将这个立柱作为一个展台内部储物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子做一个优化，整个效果还是蛮好，这整个效果还是很亮堂。你喜欢这样的展台吗？你觉得这样的展台展出效果好吗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阿峰社会展，社会展营销，社会展台设计搭建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